OK， 各位 fans 想唔想睇到阿 J 拍电影？5月7号中午10:30，香港创作歌手冯允谦在尖沙咀举行签唱会活动。这在现场与大家分享了两年前曾经在内地参加歌唱比赛的趣事。由于普通话太普通，连评审的话都听不懂。不过现在好多了，希望再战内地。他表示，出完唱片后，希望向演艺方面发展，拍剧或拍戏均可。我希望原唱这个album release promotion， 我希望我可以。拍剧，对，拍剧，拍电影，因为我对 this 有这个interest，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做很多，但是对我想拍很多片，放这个 YouTube， 放这个 online media。同时也称很开心可以跟粉丝在一起唱歌玩游戏，因为这次的歌都是自己写的，也希望大家都喜欢自己的新歌。在受访时，这一透露母亲节要跟妈妈回上海参加姨妈的葬礼，她表示虽然要出席葬礼，但可以跟家人在一起还是很感恩。这个母亲节我应该去这个上海，我应该去去上海，因为我有这个 funeral， 我要attend。所以我有一点不很开心，所以you know， just not very happy， 但是因为我的妈妈爸爸我可以跟他们一起spend 这个 Mother's Day together， 所以我希望可以have 这个 relaxing dinner。 我要去这个这个 funeral， 因为我的姨婆pass away， 所以也、yeah， 对。